泉州到晋江石狮的公交是根据市委市政府迄年代政协的要求，就是泉州，就是我就政府的要求，就是泉州到晋江、泉州到石狮、泉州到南安、泉州到惠安，也就是到这四个县区的主城区，其他无啊，其他无，其他由于县内的公交，由于市内应该内部市内公交去发展，泉州无法能开啊到南海。咱晋江市政府吼，晋江市政府呢有一个全市的公交规划啦，就是整个覆盖你晋江全市的覆盖公交规划。所以伊这现在呢，就由于中心市区，就是由于晋江青羊啊，青羊开啊到国营乡镇，国营乡镇之间的公交，所以因才用这里的规划要开起来。所以这个境内公交是由当地政府的公交部门去行，所以泉州无法通行到外海，也行袂即落去。吼，你理解吼，毋是泉州无毋行，行袂即落去，无法通行，无法通行。所以你提这意见，应该是从你的角度想法是对的，但是从操作层面是无法通做的啊。因为你行到外海，那好咯，德惠就行边行，德惠的上映就行边行，好咯。泉州市200几个乡镇。大家乡镇都有行，村都无行，2000-3000几个村，所以泉州市公交是无法通行的，无法通行。伊这咱公交是分级，比如泉州市的公交是主要是负责泉州中心市区，那么各县的公交是负责各县的城区，那么到乡镇的是就由道路运输，也就咱叫班车去运输。但是要随着公交的推进的加紧，包括各级的财政较好。比如你像啊晋江啊石狮咯，这公交这咱就财政收入较好咯。财政收入差，比如安宁店，伊根本无通做。南安也无通做，啊你晋江石狮就有通做咯。所以石狮是全市叫行公交，啊恁晋江也开始要全市行公交咯。开始无，这因咧市委市政府已经列入规划咯。这帮叫这个同济大学，叫同济大学的研究室。研究所来的，甲恁做规划。